中，也中一点，横沟咬碎细，略长一点，提按要重一点，两点对连起来书写，给了行书笔横咬稍微细，将左边看出去长，右边要短，这个笔画转折的地方要轻，两个手要细跟粗的对比，长一点的变化横画要写的细，要向上靠，这个左一箱左边探出去一点，提按点可以靠下一点，高低错位横笔等距，至于这个横画向左边出点头，